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Follow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世界人权宣言70年，我们在中国十点前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同时声援所有被压迫的人，在中共的统治里面，包括藏人、维吾尔族人还有汉人，我们其实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所有人都获得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个现在是在中国是非常对所有争取这些权利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制，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发出声音，声援他们，也声援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China!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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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the killing! In Tibet! Stop the killing! In Tibet! In Tibe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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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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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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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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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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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中国大使馆前面，那天是刚刚好那个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70周年、那天不止西藏人啊，我们有藏人，还有维吾尔人，还有香港人，还有中国民运人士，所以说我们大家在集合在中国大使馆前面，还有抗议，要我们的诉求就是提醒中国政府，国际已经70周年人权日的哈，然后中国在哪里？因为国际以前那么关心人民的那个人权的部分，但是中国所有的在中国里面的人权的议题上面的话，提出了人权的议题的话，他马上会关在监狱。在中国5000年里面来讲，像很骄傲的人民，像刘晓佛，刘晓佛是在中国的一个很骄傲的地点啊。那这些那么有名的一个人，那么有价值的一个人民，已经关在监狱，全世界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关在监狱的，还有那么多中国的支持人权的律师，已经绑架，已经关在监狱，所有的。那个国际在以前在21世纪上，但是中国以前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那像21世纪的人民跟现代的人非常支持人权、自由、民主。那中国里面的一些律师也好，或者教授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支持人权、自由、民主的时候，中国已经会关在监狱。他们这些是中国的骄傲的人民。中国的重要的人民，但是中国自己搞不清楚，他会关在监狱。所以我今天是，虽然我是一个藏人，我也一定会关心西藏的人权。我也知道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根本没有基本的人权的事，那同时我也是会关心中国的人权，维吾尔的人权，蒙古的人权。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今天在这个活动上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中国的受难者，所以我们
这些人在民主国家上，我们的权利要提出来，在西藏里面的、蒙古里面的、维吾尔里面的人是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人权跟他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来这边中国大使馆前面要提醒他们，要注意人民的啊人权跟权利啊，所以我们今天有那么多人来这边表达自己的意见。